大家好，现在呢是2023年1月21号农历大年三十的早上。作为一个南宁市民，平时啊总要从这条大道上去菜市场。那今天呢要过年了，今天的年夜饭总得好好准备一下。所以一出来看到街上的车比以往少了很多，关键是很多人呢已经赶往老家去和家人团聚了。那很多南宁留守的市民呢也会在今天呢去菜市场的途中。大年三十的时候来到这条大道上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同时呢我们的市民正在欢欢喜喜准备过大年。农历的大年三十正是一个好天气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。那出来走走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新春的快乐。那么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大年呢？欢迎给我的视频留言，谢谢。